坚持在游戏中捕获。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Giratina，太丑了，设计暗示怎么能死在上吧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小心啊！哇！第二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成功！超进化！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好运的，捕获机会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伊培尔塔尔出现了，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这是捕获神奇宝贝的机会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第一个是高级球，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，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力的神奇宝贝 Latios，
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塞格尔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雷夸萨是太丑了，这个暗箱怎么如此？上吧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，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。旋转战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破解。太棒了！召唤究极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究极技能哪有天仙，第二回合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在本部暂时借用净化月石吧，停下回盘吧。成功，超净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地板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地板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这个巨大的力量被解放了，伊雪尔塔尔出现了。珠宝，上存在感，我带肯定在家刷宝。哇，这么强！手柄按钮停止轮盘了。你讲完后，我们都去自己。对，就是我说他带着我的东西在。你打，我说的是当司机的，然后两张司机。轮盘机会，一直连续按球体按钮吧。还有，那就到第二关了。是神奇迷你球。我就是左右各三十，啊，来，继续打一下，打一下。就是两张出兵吗？两张出兵啊！但是你昨天，
开始 Pokemon Trainer 吧。选择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。It was a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Central 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Zagar 太扯了，这太扯了。如果是效果，哎哎，啊，还五位任，你这太多了吧，太早了，这个呀太早了吧，你这太多了，太多了呀，太过分，哎哎，我那个蓝牙耳机对啊，蓝牙在这里，其实我觉得超梦的斗争本能觉醒了，对，他现在要克服什么？旋转正反，五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技能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好。一番神奇打飞的攻击要来了。究极技能，哪有天仙？第二回合，大家会有一团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五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停止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搞定了！玩一个单机，你过去会开关。一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最终回合，这几月呢？那我又上旋转正常，超界大机会，将 Pokemon 五角眼的光从正面上照下来。超级大人1.33楼，五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这是毒，生存奖励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是超级球，稀有猪英雄，这是成功捕获主机级别的神奇宝贝了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带吧。Reset Point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